那你漂亮。今天跟媳妇出来挖野菜来了，路过了我家那小贝母地，那年好像没起蕨了哈。嗯，还行啊，这么一手，繁殖还行哈，没有大的，哪有竖着的杆儿啊？不是竖着杆儿，开骨朵的少啊。是吗？开骨朵不是大的吗？嗯，今年再长一年，来年再长就长差不多了。贝母这两年价格好。贝母吗？刀就行，刀比锹好使。这一大颗，你说我回家的菜，都开始有点打骨朵了。还行。拿个袋儿拿个袋儿还这么小。走，捋着这边就能走了。碰大家伙可高兴了。那你看，这大汉，咱还从来没使这玩意炖过牛肉呢啊！炖过牛肉？嗯呐，你看人都说好吃，咱从来没吃过呀。是吗？看这破布丁根儿，这破布丁根儿挺大的，这是挖出来的哈。现在浆子还行，你看擀完之后这浆就出来了。这功夫吃点这泼布丁啊，还能去去火。这咱家今天做货了就。吃啥呀？你看这点摘的，这点摘的可多好啊！嗯呐，四年了，这看看三年的秧子就这么大，今年四年老好了，老带劲了。嗯呐，这能有个100多丈吧。看咱家今天栽的些呗，到时候老带劲了。今天又栽了150丈。还有没有啊？没有就回家吧，怪冷的。这草帘子那天没卷起来，这都焦了。这一半会儿整不上。这咋玩意不着急。听着雨，那听着雨点越来越大了。拉了一小鸡，一对啊是吃不了啊。嗯。静静。你静。啊，炒菜了。在外面玩啥呢呀？哎呀，那个。下回就出来吧。那不怕你一会儿就回来吗？还哭。今天是宰不宰吧？没有。那天老蔡姨给那些粘吃了吗？那不怎么吃了？咱今天拌着吃的那些也都吃了了吧？谁没吃什么的啊？那知道了。花了钱，不说花钱，就该那什么了。就该什么？这整不明白了。我这回我毛病大了。你啥毛病大了呀？啊？咋不看了他？毛病大了。嗯，毛病大了，我说不行。我要看看啥毛病，毛病大了。毛病不看，不看。这回我今天这得了什么干啥的病啊？他妈！妈，今天病啊，厉害。哎。你天天你自己就给他当大夫吧，你还能评判病例，你真是哈。自己感觉就得了呗，那有毛病不自己感觉，那哪块不得见，不能感觉出来吗？你自己真的给你判刑了？判了。你跟我妈妈。这不走个道吗？这啥沉的醉的。慢慢就好了嘛。啊，懂了。哎，我这就走。将他整完就看看，一完。这咋了啊？这
咋能看？赶紧拿着你的雪糕棍回家舔去。